大家午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雨露好久不见，萨萨，萨萨好久不见。为什么？萨萨刚好对我直播，因为之前看到萨萨印象最深的时候是在，是在什么时候？好像我那时候有带一个猫耳的毛巾圈吧，猫耳的发圈，然后那天是双马尾，结果今天萨萨来的时候我也是双马尾，这么刚好。Hello， 新年快乐，猪年行大运，今年是鼠年哦。今年是鼠年，今年是鼠年。雨露午安，午安。属于雨露年，今年还今天还是猪年没错，哦，是以农历年来讲的话，还是猪年，但是国历来说的话，已经是鼠年了。谢谢阿基拉送了我春联。去年给你巴士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看你直播的时候，对对对，我就是在讲那一次，然后那一次也是冬天吧，我记得，我还记得我那一次直播在干嘛，大概是2月吗？1月、2月，然后那时候我在喝美露，因为那时候我在喝美露，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应该还蛮冷的，所以今天也蛮冷的。家好，家好温。雨露新年快乐，米米新年快乐。是不是很期待明天？雨露 mini 控有照片吗？想看你跟大家拍的照。哦，好啊，那我有拍吗？我想想，有。我结束的时候 ，mini 控结束的时候，我有发一张跟杰星拍的红鸽子制服的照片，然后那一张我是发在现实动态，有我有跟大家拍照，不然我之后再慢慢的把照片传上来，因为我原本之后 po 照片的打算是想先把拍 Only Today MV 那时候拍的照片先传上去。不过讲了有点久嘞。我昨天尾牙，你的手灯出来了，耶耶！慢慢放库存。对啊，我照片的库存还蛮多的，但是我不想一次全部放上来，所以时间会隔的有一点点久。不过都有照片，然后。昨天的尾牙，是昨天的尾牙吗？昨天还是前天？今天是二十四，所以是前天的尾牙。前天的尾牙，我们这次的尾牙真的吃得很好，然后因为是吃 buffet， 有很多甜点跟海鲜啊，不过。我那时候胃口不太好，所以一开始没有吃很多，可是大家后面都玩开了还是什么的，就有吃比较多一点点。我一开始只拿了，虽然他把buffet的东西超级多，可是我一开始只拿了一小盘沙拉，就是
真的就只有这么小的沙拉，然后跟三个寿司，三个小小的握寿司，然后我就除了这个之外我都吃不下。比如你好，少凯，少凯你好，除夕刚忙完，辛苦了。这几天大家应该都在帮忙家里扫厨吧，还是什么的。我的话是这样子啊，因为要过年了，所以都要先打扫家里。连我也还是吃沙拉，因为那时候我不太想吃太热太油的东西，所以我都吃比较冷的食物为主。而且我那天刚好过敏，就是我的整个眼睛跟鼻子都不太舒服，所以我那时候身体状况还蛮差的，吃不下什么东西，然后不然就是喝个饮料而已。谢谢少凯，变成新鲜柠檬，午安。大家最近有在忙什么吗？就是我说的，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在扫除啊？这样子，你要保重身体哦。好，我会，因为过敏也是没有办法，不太定时的东西。有，谢谢小爱分享我的直播间，都在耍废，耍废也不错啊。像 mini 控结束完之后，我也是20号那天，我一整天都在耍废，太累了。是觉得应该要整理房间，可是懒。过两天我再整理自己房间吧。今年一样偷懒，在房间耍废。小千都在打工。谢谢 Just 音言是吗？分享了我的直播间，谢谢你。寒假一开始就整理好，然后最近有点不知道干嘛，那就是提早把工作结束，现在就可以休息了。哎，这样很好哎。Yuki 也整理太快了吧？感觉 Yuki 就是平常房间就还蛮整齐的人，所以也不太需要整理什么。感觉三四年没有这么长的假了，突然不知道要做什么。突然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想想，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有蛮多事情要做的，所以也不会有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情况。卡木伊午安，零九午安。最近武汉肺炎要小心哦。的确就是不要让出国玩的朋友要自己要小心，然后因为就算说海关那边都会把关，但是也不能保证真的有人不会带病源进来，因为有些是症状还没有出来，还在潜伏期的时候就已经可能在国内。对，所以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大家自己要注意。像我记得最近有新闻是已经有肺炎的患者，可是他们吃了退烧药还是什么的，就一样可以跑到别的国家去玩。这个真的很就是这样做不太好。真的，如果确诊了就要好好的休息休养，然后等病好了再去玩。真的，不然如果那种身体没那么好的人被传染到的话会很严重，可能比原本带源者还要严重吧。像是外科口罩就可以了。现在也有消息说症状不一定会发烧咳嗽要小心。为什么刚刚萨萨的名字跑出来，然后有一个舞台这样子，那个是什么？雨露最近的 IG 影片都好看，好好看，谢谢。我觉得我的影片会一直都这么看，可以的。这种人应该在家里休息。啊，送你舞台礼物，哦，谢谢萨萨。哦，舞台公演哦，谢谢萨萨。
感谢你。谢谢。然后那个哦，对，很开心，忘记要讲什么。我换个歌好了。我的影片，好，我的影片大家都还蛮喜欢的。这个我上次有讲过，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可能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影片的点子是怎么产生的，但是跟我的照片的风格应该都差蛮多的。我的影片，我觉得我的影片可以给大家拿去推坑用啊，这样子。怎么都在装坑位啊？抱歉，可是我很开心。我来了，我来了，午安，君无忧，午安。谢谢卡米送的是幸运四叶草。好，然后，其实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的直播。大家也会觉得还蛮强的吧，就是做过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也做过很多很有趣的主题。可是在我回归之后，我反而就都比较没有在做那一类的主题了，我都是都好好的讲话的直播为主。所以我最近就在想自己的直播是不是在退步的感觉，因为有种这样子会不会比较没办法吸引到新的粉丝，然后没有这么有趣，没有这么引人注意的感觉，然后内容也没有这么丰富，都是很轻松的聊天为主。然后对啊，我就在想自己的直播如果退步了怎么办，而且就是我很不知道这样子的烦恼该不该跟大家讲，因为这种烦恼会不会比较适合像是我自己私下要去想的问题，就是不要让大家看到我烦恼的样子，这样吗？可是我很烦恼啊，我觉得怎么办？自己的直播如果没有让大家觉得这么好笑、这么有趣了，怎么办？然后对，就是因为我从甄选就是根本还没有入团之前，就是已经有在直播了嘛。然后我从一开始对自己直播的要求就很高，就是我一开始就想说，我不能只是单纯的在聊天，因为我不想做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做，然后就是很容易被取代的一个直播主。但是实际上我也不是直播主为主啊，就是对，我也不是直播为主，只是我还是很认真的在看待直播这个东西，然后我会希望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不过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受过这样子的训练，就是全部都是我自己要去想该怎么去做好一个直播，然后也不会有人去指导你，你就只能自己慢慢的成长。所以，对，我的直播也是这样子，慢慢自己摸索进步到现在的，只是现在有点停滞的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以前的内容这么多、这么丰富的话，我会很担心。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的直播好像越来越无聊了的感觉？最近在想这些事情。因为直播真的对我来说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很会面对镜头的人，也不是很会很擅长聊天的人，所以
该怎么讲，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想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所以直播还是很努力的去做，然后也都被大家称赞做得很好，所以到了现在反而会觉得自己如果突然退步了怎么办的感觉。跟我聊天也很有趣吗？粉丝们看直播的目的是想和偶像互动了解他。对，是这样没错，不过毕竟直播平台也是很好宣传我们团体的一个该怎么讲的一个平台啊，所以当然会希望除了在跟自己原本的粉丝互动之外，也有办法真的去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的团体，所以当然不会只有对于自己的要求，不会只有好好的跟粉丝互动，也会有想要真的可以做出比较厉害的内容的一个想法。不过虽然我之前做得很好，虽然我觉得我之前直播做得不错，但不表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对，每一次直播的时候我还是会烦恼蛮多事情的，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次大概一直直播以来到现在，我的喉咙就不太能发出声音的感觉。之前该怎么讲，该从今年吗，一月开始的直播，这个月的直播会有喉咙越来越没办法讲出声音的感觉，就是可能现在还好，不过有时候直播到最后面，就是一个小时直播了一个小时之后，就会突然讲不出话来，就是讲话对我来说会很吃力，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是喉咙不舒服的关系，就是发不出声音来的感觉，所以最近的直播对我来说有点辛苦，不知道为什么。说太多话了，有吗？是说太多话的关系吗？讲两个小时真的长，讲一个半小时左右。一定要喝温开水。新年快乐，哈六桑，新年快乐。突然紧张吧，可以跟其他成员请教一下。我觉得比较多是紧张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刚回来比较着急，所以容易紧张？有可能。就是回归没多久，状态还没有熟悉，还没有跟上之前，但是我又是会一直想要努力补进度的人，所以我会特别紧张吧，可能是这样子。像19号的 mini concert 也是超级紧张，然后见面会也是超级紧张，然后该怎么讲？回归那一次的 mini concert 也是很紧张，就是我在上台的前一刻，我都在后台一直疯狂的该怎么讲？做笔记啊，还是什么练习什么的，然后从彩排，从前一天开始就会紧张，然后一大早的时候去彩排也是超紧张，然后如果跳错任何舞步什么的，就会越来越紧张，然后紧张到上台的前一刻听到粉丝的声音也会紧张，对。你在直播？对。总之就是我是很容易紧张的一个个性吧，不过虽然我一直都是这么焦虑紧张的状态，不过
不会影响到我的表现吧，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爸爸还不是，他是阿公，他是我阿公。对，虽然我19号那一次也非常的紧张，不过我觉得我那一天 NC 大家在聊天的状况，我表现的其实还蛮好的，我有很放出来的感觉。阿公也知道你在直播，他知道啊。宇宙阿公新年快乐，他走了，他走了。嗯 ，MC 时间很晚，跳舞也比之前自信很多。嗯，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小缺点吧，很容易焦虑的一个性格。啊，然后会一直想说，自己哪里做不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会一直想。对啊，像是。我有几次的影片，比如说讲吉祥话大师跟阿吉那一次的影片，我都是在自己还蛮焦虑的情况下做出那个影片的。不过大家都还蛮喜欢那两部的，所以我就觉得放松了的感觉。对，嗯。虽然说很紧张，但也不至于会搞砸吧。很难放松的一个个性，该怎么办？为什么是广告？雨露是压力大带高质量的类型吗？算是。算是，虽然我自己是可能当下是很焦虑或是压力很大的感觉，但是别人不一定感受得出来，因为我的表现可能还是跟平常一样。就是阿吉的影片跟讲吉祥话大师的影片，并没有让大家感觉得出来我是在。状态特别差的情况下产出这两部影片的，我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是情况很差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但并不会让人家有这样子的感觉。对，只是我自己更希望自己是比较放松的情况去做这些事情的嘛，不然我直播我也不想要很吃力的在跟大家讲话。确实感觉那两部特别强，感觉一样很强。状态很差的时候反而创作灵感会很多，虽然很痛苦。的确在某些时候，就是状态特别差的时候，的确有时候会有很多灵感跑出来。像是什么不是很多作家，他们的心理状况其实都是在蛮差的时候，反而会有很多的创作出来嘛。比如说写歌啊，或是写词啊，然后做一些文章啊什么的，他们不会都是在他们很开心、很快乐的时候去创作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难过或低潮的时候，反而会有创作的灵感出来。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像读过很多国文课本的那种文章啊，然后你都会觉得哇，那个作者怎么生活的这么辛苦的感觉，但是他们都因为这样子，所以创造出很多让人很感动的文章吧。压力大可以挤出比较满意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懂得好好的放松比较好，状态要换一下。宣扬午安。人间失格那部作品就是人间失格，杰星有推荐我去看。他说，那时候我在跟他讨论这一部是个怎么样的作品，
因为我们那时候，嗯，后来讲一讲，又讲到小丑吧。杰星就问我说：“你看小丑这一部影片看完之后，你会难过吗？”我就说会。然后杰星就说：“那你不要去看《人间失格》好了。”《人间失格》好像也有点像小丑那样子的风格，只是没有小丑这么惨吗？是这样吗？没有 Joker 这么惨。你让我喝个水。那个笑声我觉得好悲伤。我对会哭哭的影片没兴趣。你知道小丑吗？初次见面你好，永在新加坡，谢谢莎莎，感动。等一下，我刚刚看到一个永在新加坡忍者联盟，你好，初次见面。人间失格后面挺搞笑的啊，是吗？我昨天才刚看完小丑的电影，嗯，小丑的电影我看完实在是太就是，嗯，太难过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他很不友善，就是他明明是个好人，但是大家对他的态度都不怎么好，然后就是该怎么讲，很无奈的一个气氛吧。虽然他一直在笑，不过你全程都笑不出来的一个感觉。对啊，我唯一有笑的地方是那个他去他那个卖枪给他的那个朋友去他家里面，然后还被他那个的那一幕，我以为不小心笑出来，不过其他地方我没有笑，因为那个地方太该怎么讲，是很紧张很可怕的画面，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被他弄得很好笑。我同事看完小丑失落了半个月，这么久的吗？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安慰他一下？哦，对啊，他没有，他那个朋友不是卖，也没有卖枪给他，毕竟小丑也没那么急，就是送他，叫他自保，结果变成那个笑声真的分明。被朋友赢，对，好了，我暂时没了，谢谢你莎莎，真的没关系，我真的有看到你就很开心了，真的谢谢你。欸，所以我的笑点很奇怪嘛，看到他朋友被那个，然后突然笑出来，很奇怪吗？小丑听人说要精神状况好再看，我就不敢看。这个我不太确定要不要精神状况好的时候再看。不过你要看这么沉重的剧情片，本来就没有这么好消化，所以自己斟酌一下再看，的确，就跟恐怖片一样啊，恐怖片也是不要再对。自己没办法承受就不要去看。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片可以看？我因为一月都很忙，所以没什么时间去看电影。我最近前几次看的电影是《冰雪奇缘》《黑魔女》跟《野蛮游戏》，还有什么？小丑，对，就这几部。然后如果想要看《野蛮游戏》的话，我好像不怎么推荐，因为《野蛮游戏》我一开始是因为巨石强森去看的，他的第一集还蛮好笑，不过第二集就没有这么精彩的感觉。《野蛮游戏》的第二集完全是为了巨石强森去看的，他就是卡斯很好，但是剧情就
你有这种值回票价的感觉吗？野蛮游戏不是听说后面比较不好？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你可以去看一些大家的观后感。谢谢少凯送了我春联，还有 CSH 的爆竹。1917是哪一部？我没听过。因为前面是绘本扩充的，后面就完全原创了。原来后面是原创。两光两光午安，谢谢 Plus 送了我好多好运鞭炮。黑魔女推吗？黑魔女推爆，黑魔女，我等了好久。你知道我看完黑魔女之后，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的人生愿望清单应该要再增加一项，我想要被安吉丽娜裘丽踩，被她的人形立牌踩也好，就是被踩。天啊，她太好看，她真的太美，就是对。好喜欢他的感觉，不过虽然他现在，也没什么作品了，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就是安吉丽娜裘丽之前的老公不是布莱德比特吗？然后我很喜欢布莱德比特，然后我也超喜欢安吉丽娜裘丽，你知道这对夫妻对我来说是神仙，只是他们现在离婚了，对，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们两个。属性被裘丽激发，真的。穿鞋踩还是没穿鞋踩？哦，都可以，都行。应该说，跪在他的脚边吧，他的那个女王的气场，会让人家想要跪在他的脚边。然后他这边还是不要讨论黑魔女好了，我会爆雷，不行，我不能爆雷。不过黑魔女我有看到快哭，黑魔女，他第二集也是，除了画面都很震撼，因为他是在一个奇幻世界的背景嘛，除了画面做得非常的好之外，他的感情也刻画得很棒，黑魔女的感情的部分，就是。他跟他的女儿，还有女儿要出嫁啊之类的，虽然剧情很简单，也很传统的童话故事会有的剧情，不过就是那个感情真的被诠释得很好，很喜欢。可以对雨露说踩我吗？比起踩我，比较想要坐在。大家的身上，还是要用试试糖抽。没有，我没有爆雷，我绝对不爆雷，我超讨厌爆雷的人，所以我自己不会爆雷。你的隐藏性格暴露了？没有啦，没有。跪倒在他的裙摆下。穿高跟鞋还更好。小丑是去年的电影哈，对。不过小丑的讨论度很高，所以特别把这一部搬出来讲。侏儒开门那一幕吗？对，大概是那一幕。那一幕我笑了很久。雨露好，加油！中午好。然后新一，新一来了。新一午安。做我。说啥呢，我弟？开放报名，雨露坐在粉丝身上，真的吗？我很重。
我还想说他会不会对侏儒怎样，不会啦。迷你控该喊了，该喊侏儒吗？也要吧。雨露新抠词做我，哇！大家都做得很好呢，那个做不行。下次握手会想去找雨露，好，莎莎你一定要来找我，拜托你，拜托你！我真的给我一次机会，我马上圈粉圈你，拜托！握手会。会好好的圈粉一波，只是要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圈你，拜托，真的。我超期待握手会。喊了感觉会被赶出场吧？太过的话要小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管制。雨露露记得我，我就很感动了。怎么这样讲呢？雨露，你是偶像。小晴甩我。还有吗？哦，还有啊，那个雨喵踩我，小晴甩我，雨露坐我，还有一个是爵哥白眼我。爵哥，请白眼我。我那天 mini 控在讨论，就是。偶像可以白眼人家吗？然后结果大家的回答是，如果是爵哥的话就可以。所以爵哥，爵哥请白眼我。不然你也可以说雨林吻我。一整个套餐系列，面面鄙视我，面面鄙视我。刚刚还有玉云抽我的部分，玉云抽我的部分是怎样？樱桃猫，樱桃猫，午安。韩寒是咬我，怎么感觉是鱼汤是？阿潘是打我。七七揍我。我握手会直接跟你说我是莎莎，这样子吗？这样就可以了。刚刚易云说抽奖抽不到，所以就变成抽奖抽不到就抽我。昨天前天的尾牙在抽奖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团体很多人嘛，所以号码牌还蛮多，都就是落在我们的团员身上，所以自然抽到我们的几率就很高。结果对，我们的确有很多人有抽到奖，雨喵有抽到，肉肉也有抽到，熊妹也有抽到，然后还有韩寒也有抽到，韩寒还有品寒吗？品寒也有抽到，而且品寒抽到的是一包10000亿的。然后你知道，就是品寒抽到的时候，我们大家全部都在大叫，就是品寒超级好运。然后品寒，等一下，品寒就是他抽到的时候，他就整个人是跳起来，然后冲到那个台上，然后拿了红包下来的时候，也是边跳边下来。我觉得超可爱的，平安真的很好运哎。然后诗雅也有抽到吧，我记得诗雅也有抽到，还有谁？总之我没有抽到，我应该想想，我还是把运气放在别的地方好了，不要放在尾牙抽奖上面。然后我们的二期生也有蛮多人抽到红包的，他们都很好运。他们真的很好运。最大包抽到多少？
最大包应该就品涵的了，品涵的一万一好像就是最大包的。品涵最近挺旺盛，我年终都没有一万，新人运啊，对啊，所以我们的二期后辈的运气真的都很好，他们在鸿运当头吗？不是要喊捐出来吗？我们有喊请客，还有叛徒啊什么的。Mina 的强大声叔叔，谢谢你送了我 love。我握手会一样叫夜颜狼，好哟。哎，你们一定要去问一下哦。汪汪，对对对对对，汪汪的也蛮大包的，而且汪汪的好像比较后面才抽到。哎，你们一定要去问一下平安，他抽到一万一的感想是什么？太好运了。然后雨喵一开始就是。他还跟我说什么，抽奖那种东西不用期待，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结果他自己抽到1000块，我怎么都没有抽到？这叛徒为何？对啊，就叛徒啊！大家都没有抽到，自己先上去，叛徒啊叛徒！我要吃到好料就好了，嗯。不要把运气都用在这里。好奇叛徒是师爷喊的吗？没有，是我记得我有喊，柏林也有喊，柏林也有喊。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但是抽到还是很爽。对，好像无心的去抽东西的时候，才会抽到比较好的东西。嗯，真的要无心流。抽卡的时候想说算了，我这一单抽完我就不抽了，结果。蹦，你想要的东西就来了。然后最近我还有一个抽奖嘛，抽扭蛋的方法。不过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我最近想要抽一个扭蛋系列，然后它是库洛米跟梅乐蒂的。不过想也知道一定是梅乐蒂的东西占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要抽库洛米。结果我抽到了两个一样的梅乐蒂，库洛米都还没有出来，我去找一下那个梅乐蒂在哪里。哎，我记得我把梅乐蒂放在这个，我抽到了两个，我总共抽了5抽，然后前面2抽都是一样的梅乐蒂，然后再1抽抽到了库洛米，然后后面再2抽。我想把另外一个库洛米抽出来，结果抽不到，我还是抽到2个一样的梅乐蒂，我心已死。天哪，我都抽不到库洛米。然后我的那个梅乐蒂在哪里？因为梅乐蒂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所以我忘记我把它收在哪里。我想想，等一下我去拿扭蛋，去拿我的扭蛋。来了，嘿咻！我一开始是抽到这个外套5万，这个，你看我抽到2个一样的梅乐蒂，然后我就很气啊，气炸了。然后后来我就，我想想，我的库洛米放在哪里？库洛米。
み。这个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竟然抽了五抽才一个出来而已，这个几率也太坑人了吧！天哪，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梅乐蒂啊？对，我还有一个梅乐蒂。哒哒，我要这么多梅乐蒂有何用？它里面有五种扭蛋，然后有两种是库洛米，这个跟这个。结果我抽了五抽，只有一个库洛米，唉。你们知道我怎么抽到库洛米的吗？就是那天我很生气啊，然后我就跟扭蛋机说，你再不给我库洛米，我要拆了你。然后我就把那两个50块，他一抽100块，然后我就把那两个50块投进去，然后要转的钱我就一直看着他，我就跟他说库洛米，库洛米，我要这个。然后后来我转的时候，一开始看到粉红色的扭蛋，我以为是梅乐蒂，结果拿出来看到，好，是库洛米。然后我就跟扭蛋机说，好，我放过你，这次放过你，所以你一定要威胁到扭蛋机的生命，他才会给你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是暴躁偶像的日常，拜拜。很怕扭蛋机怕被拆，不是有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也是吗？你再不给我抽到什么什么，我要退游了。然后他就真的给你抽到了，所以我这个库洛米是我去威胁扭蛋机的生命换来的。当当，这真可爱啊！明明就是非洲运气，我是打棒球一直打不到球，会恐吓我的球棒。我该准备回老家了，莎莎的老家在哪里？莎莎，你的老家在哪里？不行啦，我现在讲不出那个感觉，因为我现在不在那个点上，就是还没有很生气。不过我想想看要不要把那个就是威胁扭蛋机的影片放上去给你们看，那个真的太好笑了。而且我那时候我有看过，旁边没有人，所以对，没事的，没有人看到我当时在威胁扭蛋机的生命。雨露是看到扭蛋机会失控的人吗？不是，我现在已经很少去扭那种小垃圾，因为扭太多也不知道要放哪里，所以除非是我很想要收集的，就是库洛米之类的，但我不会看到很可爱的就马上去扭。雨露，我凑齐了吗？还要继续吗？我也想继续啊，不过我就是凑不到库洛米。怎么办？我想要找人来帮我抽，哎，我自己都抽不到库洛米。你可以塞给队长，他很爱梅乐蒂。哎，真的吗？诗雅很喜欢梅乐蒂吗？那我可以塞两个给他。所以给他这个，他会开心吗？有哪个成员喜欢梅乐蒂的？快点，我这边有，塞给他。浓眉好久不见，谢谢鸡尾包送了我长寿符。会开心啊，不过你其实送啥给他八成都会开心是没错啊，不过我还是想要知道
诗雅是不是真的喜欢美乐蒂，这样子送给他，他才会特别特别开心。会给诗雅，诗雅会超开心。下次去安慰一下可怜的扭蛋机。店员看着监视器，心情复杂。我有录，我有录，超真实的反应，真的在威胁扭蛋机。对，我现在不在那个氛围里面，没办法给你们饰演一下我当时是怎么威胁扭蛋机的，就是难得生气的语录，竟然在威胁扭蛋机，抽到不想再抽了。你不觉得已经浪费了200块，然后还没有抽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会很生气吗？我有一次想说把钻花光就退游，结果出来 SSR， 就是这一种要退游的时候。哦，萨萨的老家在台中。期待威胁扭蛋机影片。好哟。嘟嘟嘟，我先下了，下次再来看你的直播哈，下次再来吧，莎莎拜拜，今天谢谢你，莎莎拜拜。是不是开启了病娇模式？没有，只是普通的暴躁偶像。等一下，现在是广告。好，那我今天大概聊到这边，我就要结束直播了。其实我现在已经有点，讲不出话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讲话已经开始很吃力了，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每次直播快结束之前都会有很难讲出话的情况。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不过我很担心，很担心为什么自己声音发不出来。那我们今天就来念排名吧。虽然他最近比较爱伊布，哦，我也有伊布的，我也很喜欢伊布，而且我是喜欢还没有进化之前的伊布。我觉得可以先试着不要这么着急，不过我现在也没有，我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很着急，不过为什么就是讲不出话来。天哪，丁当鼠来跟我打招呼了。 Hello， 午安。我喜欢火一步。会不会是潜意识紧张？对啊，不过这种潜意识紧张自己本人没有感觉的该怎么办？该用催眠的吗？催眠治疗吗？这种的该怎么办？谢谢信婷送了我春联，我原本的名字是小叮当哦。我知道，我有记得。我自己潜意识紧张也是无解。对啊，自己突然讲不出话也是很困扰。做 SPA 吗？好，我来看看今天的排名。哦，今天排名比较多耶，今天排名有到第32名，那我就从第32名开始念好了。今天的第32名是小白兔，第31名是 Puppy， 第30名是坤坤，应该是坤坤吧，对不对？对。然后感谢 Puppy 这次也有来看我的直播，然后也有投钻石给我，谢谢你。坤坤也是。然后小白兔是第一次在我的榜上，谢谢你。
第29名是小 I， 第28名是 CKUNK， 第27名是两光，第26名是 Kamui， 第25名是叮当鼠，感谢你们。然后叮当鼠，对，虽然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看我的直播了，不过谢谢你还记得我。然后两光跟 CKUNK 有时候会在我的 IG 上留言，我都也有看到，谢谢你们。然后也感谢小爱一如往常的都有来跟到我的直播。还有谁？24名是卡丘，23名是季风亮，22名是 Yuki， 21名是小叶，感谢你们。然后第20名是 CSH， 第19名是企鹅没有钱，第18名是北原神推，17名是小千，16名是朱里恩，15名是小易，感谢你们。小易也是很少看我的直播，不过来我看我的直播的时候都有跟我互动，然后也会投礼物给我，谢谢你。然后还有谁？北原神推也是。然后那个 CSH 我没有念你的全名，不好意思，因为我不会念，但是也谢谢你都有来支持我的直播。然后还有谁？小叶也最近越来越常来看我的直播了，感谢你。还有 Yuki， 然后企鹅没有钱也是，我一直觉得你的名字很可爱，谢谢你。然后朱里恩是第一次上，好像是第一次上我的榜，因为之前没有看过，谢谢你这次有投礼物给我。然后还有谁？应该差不多念完了。然后今天的第14名是夜岩狼，13名是 Mina 的强纳森叔叔，12名是空白的浪客，第11名是修者吧，然后第10名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你们。然后刚才怎么讲？哦对，夜岩狼记得握手会的时候要来找我，然后我会，对，当天记得跟我说你是夜岩狼。第13名是 Mina 的强纳森叔叔，好像是第一次上吗？还是你有改名字？我不知道。谢谢你今天来看我的直播。然后那个没有名字也没有头像的浪客，也是一直默默的有在投礼物给我，谢谢你。还有修泽好像先走了，不过也感谢修泽今天有跟到我的直播。还有变成新鲜柠檬，今天的第9名是博弈，第8名是 Plus， 然后第7名是富伟哥，第6名是 Akira， 谢谢你们。 Plus 也是Plus 之前有上过我的榜吗？感谢你，不过 Plus 没有什么留言，希望你下次可以多多的跟我聊天互动，谢谢博弈，然后谢谢新鲜柠檬，也是我来看我直播的固定班底，感谢你们。富伟哥也是，然后 Akira 也是都很准时，感谢你。然后 Ice 是第5名，第4名是除夕刚忙完的少凯，第3名是幸婷，第2名是鸡尾包，第1名是萨萨，恭喜你们。然后 Ice 每次来的时候都会跟我打招呼，然后走的时候也会跟我说拜拜，谢谢。然后少凯虽然通常都不会第一时间就跟到，不过后来都会把我的直播看完，感谢你。然后幸婷也是，幸婷虽然是没什么跟我互动，但是每次见到幸婷本人的时候，幸婷都会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谢谢你。鸡尾包，感谢你从第一次来看我直播，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一直非常热络的跟我互动到现在，感谢你，也祝你今年新年快乐，然后越来越认识我们，越来越喜欢我们。然后萨萨是很久没有来我直播的粉丝，然后现在应该萨萨应该回老家了吧，对不对？然后谢谢萨萨那么支持我，然后虽然我有点状况外，然后丢礼物的时候都会过了几秒之后才开始反应，对，但是很谢谢萨萨那么照顾我，然后也这么喜欢我，感谢你。握手会记得要来找我哦。
以上是今天，感谢大家有到32名，比平常还要多了10来个左右，感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我之前叫乔纳森而已，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念排名的时候已经越来越没有，很像越来越没有力气的感觉，因为我真的讲不出话了，怎么办？不过又不想被大家觉得我好像没有很开心，不过我很开心，我真的讲不出话了，请大家体谅我一下。拜拜。为什么我现在该怎么讲？我现在比较没有办法跟以前一样这么嗨，就是情绪这么放出来。我现在的就是都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在讲话的部分了，然后我现在讲话真的非常的吃力，所以。就算我现在那么吃力的在讲话，不过大家都有来看我的直播，还是有来跟我互动，我真的觉得很开心，谢谢。唉，怎么办？我还是想要早点改善这个状况，然后回到之前的跟大家很互动、很开心的样子。不过我现在就是真的很难。很难讲话，不知道为什么。高桥城，高桥城来了，嗨，你跟到我的尾波了，拜拜，大家新年快乐！我下个礼拜二还会直播，所以大家记得。好好过年，然后礼拜二的时候来跟我说你们做了什么，或者是你们家里煮了什么也可以，吃了什么，拜拜。